保安会现在继续开会处理第四十六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台糖公司105年度于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计划编列一次性之一般建筑及设备计划79,981,000元，包含土地改良2,997,200元，房屋及建筑2,09,361,000元，机械及设备2,5274,300元，交通及运输设备1,504,000元，杂项设备1,6506,500,000元，租赁权益改良720万元及投资性不动产1,200,000万元。台糖公司近五年度编列一次性之一般建筑及设备预算数平均约8亿元，为近年度预算内容，并未揭露已拟办理修缮之区处名称、所属事业部门，亦未列明欲汰换之设备数量及使用年限等资讯，且100年度预算执行率达97.04%，之后逐年下降。103年度预算执行率仅71.84%，104年度自编决算之预算执行率虽提升至89.20%，为未执行数仍高达9,126,700元，显示预算多有宽裂，故拟删除3,000万元，对非业务急需或梗区办理之土地购置、房屋建筑及设备购置，应暂缓编列，并冻结6,938,100元，待提出预汰换之设备数量及使用年限等资讯后，方得动之。宣读完毕。请委员会有意？好，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议，记名表决。我们现在针对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林委员代话声明，对刚才所有的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针对点名表决结果，出席54人，赞成7人，反对4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重复表决结果，出席54人，赞成7人，反对4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针对第46案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
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第四十六案表决结果：出席53人，赞成6人，反对4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重复表决结果：出席53人，赞成6人，反对4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现在处理第47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一、台糖公司提供近年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预决算情形表，该公司100年度预算执行率达97.04%，之后逐年下降，103年度预算执行率仅71.84%，104年度自编决算之预算执行率虽提升至89.20%，违未执行数仍高达9126万7000元，显示预算多有宽裂，允离确实依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共同项目编列作业规范之规定，力求准结，从严合列。非业务急需者应暂缓编列。原提案简列相关预算30%，以准结开支。宣读完毕。请委员会有异？好，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建议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就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点名表决，出席53人，赞成6人，反对4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本案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重复表决，出席53人，赞成6人，反对4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针对第47案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第47案表决结果，出席53人，赞成6人，反对4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本案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重复表决，出席53人，赞成6人，反对4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现在进行第48案，
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台糖公司105年度于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计划编列一次性之一般建筑及设备计划7亿9938万1000元，包含土地改良2997万2000元，房屋及建筑2亿0936万1000元，机械及设备2亿5274万3000元，交通及运输设备1504万元，杂项设备1亿6506万5000元，租赁权益改良720万元及投资性不动产1亿2000万元。然该预算主要办理事项包含台糖公司管理及营业场所房屋、各项制糖制油农具设备以及运输防护及安全设备等，为今年度预算内容并未揭露拟办理修缮之区处名称、所属事业部门，亦未列明预汰换之设备数量及使用年限等资讯，难以评估编列该等预算之合理性及必要性，为强化台糖公司营运能力、准结工资开销、避免排挤其他重要业务支出，原提案删除事项预算1亿元。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议？好，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议记名表决。我们先就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52人，赞成6人，反对4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重复表决结果：出席53人，赞成6人，反对4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来处理第48案之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表决结果：出席52人，赞成5人，反对4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重复表决结果：出席53人，赞成6人，反对4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现在来处理第49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经济部主管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105年度预算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计划编列一次性之一般建筑及设备计划7亿9938万1000元，包含土地改良2997万2000元，房屋及建筑2亿0936万1000元，机械及设备2亿5274万3000元，交通及运输设备1504万元，杂项设备1亿6506万5000元，租赁权益改良720万元及投资性不动产1亿2000万元。有鉴于政府财政日益困窘，且预算案过于简略，预算执行率连年下降，原提案删减20%，再行冻结30%，待提出专案报告后时的动支，是否有当，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好，我们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议记名表决。我们现在针对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按反对；弃权者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提名表决，出席53人，赞成6人，反对4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计时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
针对重复表决，出席53人，赞成6人，反对47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来处理第49案之表决，现在进行表决，计时1分钟，现在开始。第49案，出席53人，赞成6人，反对47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计时1分钟，现在开始。重复表决结果：出席51人，赞成6人，反对45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现在进行第50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台糖公司106年度于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计划编列一次性之一般建筑及设备计划7亿9938万1000元，建请冻结40%，待向本院经济委员会报告，经同意，使得冻之。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现在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议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先进行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计时1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点名表决，出席53人，赞成6人，反对4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针对是否采用点名表决啊进行重复表决，现在开始计时1分钟。针对重复表决，出席53人，赞成6人，反对4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针对第50案进行表决，计时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第50案，出席53人，赞成6人，反对4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有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重复表决结果，出席53人，赞成6人，反对4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现在来处理第51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台糖公司于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计划编列7亿9938万1000元，原提案予以冻结，本编列预算10分之1。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议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就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点名表决，出席53人，赞成6人，反对4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针对是否采用点名表决、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重复表决，出席53人，赞成6人，反对4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针对第51案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53人，赞成6人，反对4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针对51案，我们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重复表决出席51人，赞成6人，反对45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现在处理第52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及民进党党团提案。首先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针对台糖公司预算书编列分别于一业务计划之资金转投资及其盈亏之估计，列出13家公司受益7亿5497万3000元；二105年度资金转投资及其盈亏明细表，列出19家公司投资额短少3亿265万4000元。三以投资累计104年度截至12月底止，台糖公司国内外转投资案计有19项，总投资金额达72亿6921万元，其中配合政府政策投资者，既有台湾证交所、中宇环保工程、台湾花卉、联雅生技、台湾高铁、亚洲航空、益点科技与泰兴医药投资等8项投资案，投资金额高达31亿8128万元，占当年度投资总额之43.76%，为确仅创造6716万元之投资净收益，换算投资报酬率仅为2.11%，投资效益不彰，且位于预算书表列。为此，台糖公司有投资前除未做适当之投资风险研判评估外，投资后亦未追踪考核被投资公司之营运及财务状况，有违投资管理要点规定之情形，原要求于105年9月30日前提出检讨报告。105年度业务计划之资金转投资及其盈亏之估计全数冻结。接着宣读民进党党团提案，105年度中央政府附属单位预算案有关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案，原要求于105年9月30日前提出检讨报告。105年度业务计划之资金转投资及其盈亏之估计全数冻结一案，建请修正提案文字为：原要求于105年9月30日前向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提出书面检讨报告。宣读完毕。好，现在进行处理表决顺序。一、国民党党团提案；二、民进党党团提案，依序表决。如其中任何一案经表决通过，即不再进行其他提案之表决。现有国民党提案点名表决，我们先就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按赞成，反对按反对，弃权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点名表决，出席53人，赞成6人，反对4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针对点名表决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重复表决，出席53人，赞成6人，反对4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先表决国民党党团提案，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国民党党团提案，出席53人，赞成6人，反对4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现在针对国民党团提案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重复表决结果：出席53人，赞成6人，反对4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案不通过。现在继续表决民进党党团提案，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民进党党团提案，出席53人，赞成47人，反对6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
本案照民进党党团提案通过，现有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重复表决民进党党团提案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重复表决，出席53人，赞成47人，反对6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本案照民进党党团提案通过，我们现在处理第53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平准基金之设置虽有其经贸历史背景，为如今社会环境变迁，砂糖生产由出口转为进口消费，该基金已完成阶段性任务，另自海关进口税则修订部分税则后，已取消台糖公司垄断进口砂糖权益，照顾正农权益应回归由主管机关农委会办理，原要求自下年度起废止平准基金条例，并裁撤平准基金。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好，一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议记名表决。我们就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52人，赞成6人，反对4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针对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重复表决结果：出席53人，赞成6人，反对4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进行第53案之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第53案表决结果，出席53人，赞成6人，反对4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针对第53案，我们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重复表决结果：出席52人，赞成5人，反对4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现在来处理第54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台糖公司部分转投资事业，经营绩效欠佳，投资效益偏低，要求于3个月内研拟具体改善措施，以及审慎研酌有无继续投资之必要，以避免积压资金影响资金之运用效益。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议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先就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点名表决，出席51人，赞成6人，反对45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重复表决，出席53人，赞成6人，反对4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来处理第54案之表决，现在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第54案，出席53人，赞成6人，反对4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本案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是54案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重复表决结果，出席52人，赞成6人，反对4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现在进行第55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
台糖公司为拓展市场及提高产品知名度，拟于上海设立大陆分公司，为部分产品商标已被他人抢注在先，显示该公司对于中国相关法令掌握不足，亦未能事先警觉商标注册之重要性。为维护台糖公司权益，要求台糖公司应循相关法律途径取回原本应有的商标，以利后续销售事宜。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有。好，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议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就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点名表决，出席53人，赞成6人，反对4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针对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重复表决，出席52人，赞成6人，反对46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不通过。我们来处理第55案，国民党党团提案，现在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有重复表决？这一个有没有重复表决？表决结果：出席52人，赞成6人，反对46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针对第55案，我们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重复表决结果：出席52人，赞成6人，反对46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现在来处理第56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及民进党党团提案。首先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台糖公司因经营成效欠佳，104年度仍有4个部门呈现亏损，原要求该公司应针对连年亏损之事业单位进行裁撤或整并方案。接着宣读民进党党团提案：105年度中央政府附属单位预算案有关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案：台糖公司因经营成效欠佳，104年度仍有4个部门呈现亏损，原要求该公司应针对连年亏损之事业单位进行裁撤或整并方案一案。建议建请文字修正为：台糖公司因经营成效欠佳，104年度仍有4个部门呈现亏损，原要求该公司应针对连年亏损之事业单位积极研拟裁撤或整并方案。宣读完毕。现在进行处理，表决顺序为：第一，国民党党团提案；第二，民进党党团提案。依序表决，如其中任何一案经表决通过，即不再进行其他提案之表决。我们先表决国民党党团提案。国民党党团建议采点名表决，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建议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先针对是否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点名表决，出席52人，赞成6人，反对4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重复表决结果。出席52人，赞成6人，反对4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先表决国民党党团提案，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国民党党团提案，出席51人，赞成6人，反对45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针对国民党党团提案重复表决，现在开始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针对国民党提案重复表决，出席51人，赞成6人，反对45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案不通过，我们继续表决民进党党团提案，赞成者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民进党党团提案，出席53人，赞成47人，反对6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本案照民进党党团提案通过，
现有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民进党党团提案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重复表决，出席53人，赞成47人，反对6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本案照民进党党团提案通过。我们现在来处理第57案，请宣读亲民党党团提案。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尚待开发利用的底价地高达54万平方公尺，每年度需支付地价税及管理费2000余万元，显示该公司相关土地规划及利用成效不彰，有待检讨改进。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应检讨前述土地及之活化措施，提升资产运用效能以增加收益。宣读完毕。请问院会针对亲民党党团提案有异？有异？好，没有异，我们就照案通过。来，我们现在进行第58案，请宣读民进党党团提案。有鉴于国内经济环境低迷，产业经营困难，尤其各港区进出口货柜及货物量严重衰退，出口至今连续6黑，进出口货柜呈负成长，连带货运业载运率也大幅降至50%，业者呈半休息状态，亏损累累，营运困难。但雪上加霜的是，台糖公司大型车辆停车场就在此时105年4月14日公告调涨停车场租金价格，涨幅增加20%左右，对已经在寒冬中的高雄运输业更是一大打击。过去政府利用租税减免方式协助业者度过景气困难，在所多有。2007年金融海啸受到全球经济风暴的影响，国内各产业苦不堪言，为扶助产业，政府在2008年对科学园区与加工出口区管理费减半征收。在2009年，交通部更要求港务局不应调涨造船专区的水域与土地租金，反而大幅调降，将水域与土地租金以6折办理。面对港区运输业者占运率已降至过去一半不到的水准，为协助货运、货柜等运输业者度过此一经济困境，要求台糖原力考量给予港区大型车辆停车场租金给予打折优惠，是景气复苏再行恢复。另面对近年农地价格因炒作飙涨，但地价上涨的结果连带造成台糖农地承租价格大幅成长，而承租土地的农民在实际农作收入未成长的情况下，必须先承受租金上升的苦果，耕作负担加重。为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农业发展，要求台糖应针对因地价上升而致租金上调的农地，考量给予租金适度折扣减让。宣读完毕。针对第58案，请问院会有异？好，无异，我们就照案通过。下一案。台糖公司内部颁定顾客满意度调查作为要点，各事业部依营业特性订定顾客满意度调查表，每年至少办理一次顾客满意度调查。2014年，一般客户整体满意度为85.9分，中大型客户整体满意度为88分。以近3年为例，中大型客户满意度虽然提高，但一般客户却是逐年下降，而一般用户多为消费者，显示台糖公司在提升顾客满意度方面仍待加强。原建议台糖公司于2个月内提出整体行销策略书面报告，送交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宣读完毕。
针对第五十九案，请问院会有异？好，无异，我们就照案通过。下一案，105年度中央政府附属单位预算案经济委员会审查通过决议，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最新有机农地租赁办法，并未考量有机农业发展的特殊性，所定之标准并不符合实际农作之需求，终将抑制农民投入有机农业发展之意愿。原此，在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符合实际需求的有机农地租赁办法前，冻结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105年度管理费用3000万元，是经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委员同意后时的动之议案。建请修正文字为：原此在政府有机农业政策立法后，要求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配合立法意志，调整租期以符实际。宣读完毕。针对第60案，请问院会有异？好，无异，我们就通过。下一案。106年度中央政府附属单位预算案经济委员会审查通过决议，浙农合作社原全数冻结106年度管理费用项下董理监事报酬及专业服务费，是经济部与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提出具体改善相关单位人头会员及浙农合作社之对策，经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委员同意后使得动之议案。建请修正文字为：原要求台糖公司于3个月内向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提出浙农合作社案后续处理作为之专案说明报、专案报告说明。宣读完毕。针对第61案，请问院会有异？好，无异，我们就照案通过。下一案。106年度中央政府附属单位预算案经济委员会审查通过决议，若业务范围内无需保留之土地属原住民保留地，或位于原住民族地区而有与原住民族传统领域范围重叠之余者，应交由原住民族委员会管理；其他土地应交由财政部国有财产署统一规划。原冻结106年度其他营业外费用5000万元，待提出改善计划，经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委员同意后，使得动之议案。建请修正文字为：原冻结106年度其他营业外费用500万元。宣读完毕。针对第62案，请问院会有异？好，我们就照案通过。下一案，针对经济委员会审查106年度台糖预算通过决议第48案，于105年5月15日前向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提出逐项检讨报告一案，建请修正为：台糖公司土地多取自于日产的接收，其原应属于公有，但几经演变至上述土地变成台糖所有，由其管理经营，有鉴于台糖公司因长期亏损，过去10多年来不断以出售土地或是与建商合作开发来挹注本业的亏损，由于台糖公司土地具有高度公共性，其使用、经营与处分应公开透明与严格监督，因此要求台糖公司其所属土地除既定执行合约案件情形特殊，如既定地地形狭长或不整，政府需求得出售外，住商土地开发每年应以8公顷为限，另请台糖公司配合政策研议开发社会住宅，其余在行政院对国公有土地盘点整理并形成上位政策前不得出售。宣读完毕。好，针对第63案，请问院会有异？好，无异，我们就照案通过。下一案。106年度中央政府附属单位预算案经济委员会审查通过决议，原此要求台糖公司对于无业务上需要之不动产，若为原住民保留地或位于原住民族地区而有与原住民族传统领域范围重叠之余者，应交由原住民族委员会管理使用，其他则由财政部国有财产署统一规划，不得任意变卖。另上述10笔土地应即停止变卖，交由原住民族委员会管理一案，建请修正提案文字为：原此要求台糖公司暂缓办理出售所属花东地区及屏东县原住民乡镇，含三地门乡、雾台乡、马家乡、太武乡、来义乡、春日乡、狮子乡、牡丹乡、满洲乡与原住民族传统领域范围重叠之土地。宣读完毕。针对第64案，请问院会有异议？好，那我们就照案通过。报院会，台糖公司营业预算告一段落，我们现在休息20分钟。